球，进来是被门将。哦，你可传打门，门将打门上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眼泪呀。左边路拉开了空当，回于沃宁，右脚打门，这一下门将阿比拉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差！但是头球的攻门，这是一个反弹球。来了，这个天官队在右路出现脚步，漂亮！哇，巴坎布，漂亮啊！巴坎布单刀，来一个吧！哎，门将，我天哪！对，给左路，和他面对门将，左脚打门。到了左脚的大门，奥古斯托插了，可他俩真能连上，加门，真能连上，真能连。中路空了，掉向门前，回沃宁大门，哇，这球，这球直接射门了。掉向了中路门将出击，稳稳的将球给摘住，开出的角球开出来，边路的细球传中，一样的出击将球过头，他俩一个自制进攻，再次尝试射门，保住李大宝将补射门将，角球开到禁区里面，角球呢？直接射门了，脚的吊钩，后脚跟勾过来，哎，门将是出现搓手，好球，哎，这样能够找搓，稍微射门，好球，好，再过出门，这要打不了，球拉是直接过，脚后跟一磕，再来一次下右路的进攻。前来送球，我们找一个球的情况的右边，好的，漂亮，又是机会，这个球没有出，还有再过出门，没有过掉阿比拉，犯规，门将的出击，这一下没有能够控制住皮球，最后一下呢，还是将皮球解住。远射，这一次打得太过于靠近中。